老了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句话。有一些人25岁，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很老了；有一些60岁，还是认为他们自己本身很年轻。所以你们自己去决定什么叫老。OK，但是当你的岁数长大了之后，你肯定会面对这些问题。那你在做这个冲浪滑板的时候，其实必须要有一些不一样，和那些小你看过那种12岁的、6岁的和18岁的嘛，他们就直下或者跌也没问题，受伤一天就好了。OK，那有几件事情是你需要考量了。第一个就是你灵活性可能已经减低了，第二个就是你反应可能比较慢了，第三点就是你的回复那个恢复的能力是真的是比较慢的。OK，然后就是你的柔韧度也减少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可能会想太多，就是它还没发生之前，你已经想到它整套故事了。OK，好，那我们就从基本的先说起，想太多。想太多对于比较年长的人会是一个问题嘛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问题，是因为你已经太了解了它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想太多而去冲浪滑板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它的问题在于你是想你不能做，还是你去想怎么去做？因为如果你想不能做，就不需要再看这个影片了，不能做就不做了，很简单。如果想做，我们就要想怎么样去做，那有什么不同呢？第一个不同呢，就是我们先说你的灵活性，你灵活性减低了。为什么有一些岁数的人，他的灵活性会减低了？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关节，灵活性全部都在关节哦，你的那骨头是不会动的，它还是一样，所以是关节。所以关节的灵活性就是当你年长的时候，因为摩擦，所以你那个盘，那个椎间盘，那个所以关节那个盘就越来越薄了。然后因为你活动也越来越少了，不像小的时候我们一直玩耍，所以其实你移动的那个幅度比较小了之后。对，它的那个肌肉其实是比较短的，也就是你幅度是因为你的移动的那个范围决定的。那这么多年之后，它就比较短了嘛。哎，那如果你开始的时候，你去做冲浪滑板的时候，你尽量的移动你的身体，也就是说那个压缩和那伸展。我就一直说压缩伸展，因为之前的影片做很多压缩伸展嘛，你就一直做压缩伸展那个动作，其实久而久之的话，你身体就有那个灵活性了。那灵活性是因为肌肉问题，你可以看我的瑜伽的那些影片，那边有介绍，如果不就会很长了。OK，那边的灵活性有了之后，你发现，哎，原来它虽然比较慢，会恢复那个灵活性，可是还是能够有的。所以你看有些老人家还是那么灵活，为什么？因为一直在动啊，因为你的身体是跟着你本身移动，身体移动的幅度而长肌肉的，这个肯定的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反应会比较慢。对，这也是肯定的。你岁数长大了，你反应会比较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你想也想的比较多了。那反应慢的话，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了。我们的反应既然已经知道不能够那么快之后，对不对？那肯定的就是你在做冲浪滑板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换你的角度了。以前我们就练习怎么样反应快，现在教你怎么样去 anticipate 去做一个那个你要的动作。可以，比如说就是我上次每次做那个压缩和伸展。每一个伸展的时候，其实你知道你是带那个板移动的，而不是板去的时候你反应，是两回事哦。你带那个板去，比如说你压缩，然后你做一个 snap 的时候你是伸展，那你知道其实它什么时候你是要伸展的，这是你决定，或者你不伸展就直接给它那么样过。所以那些就是你自己本身的 initiate，你自己本身启动的一个动作，而不是反应那个动作，有两个不同的级别哦，一种是反应，OK，那肯定是慢的。那我们就考量一些要怎么样去做比较多启动的动作，也就是说前面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OK。然后现在就是你的那个回复性也比较低，就是说你擦伤什么，那你真的是要摘了。其实你如果跌得多的话，你会了解，就是说其实每次跌的地方差不多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戴好了就好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当你速度慢的时候，你就要习惯跌了，因为你跌得多，其实会有经验的。然后千万不要说，哎，每次不要动了，就尽量不要跌，尽量不要跌，因为你尽量不要跌的话，你越来越有信心。当你快速再跌的话，你不会怎么样去处理，你带什么也没用。其实，因为最重要就是你本身身体是习惯知道怎么样跌，而且知道你身体能够承受的那个 impact 那个冲击是怎么样的情形，你一定要知道的。OK，所以一定要练习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尽量做压缩这个动作，因为压缩动作你其实已经很靠近地面了，你再跌。也是很靠近地面而已，对不对？它最多只是小损伤。然后第三就是柔韧度，柔韧度其实和灵活性是相连的。哎，你做多了，你就会有那个柔韧度了。然后就研究多一点关于柔韧度，可能瑜伽，可能其他东西，因为它也不只是冲浪滑板这回事，有时候是你生活的一件事情。哎，
啊，就以后各种东西想太多了。想太多绝对不是一件坏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身太了解上面之前我说的那些啊那些事项了，所以你肯定会想太多。想太多要看它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你已经太了解你的身体了，而且你能够想那么多，所以你才能够更享受它。就是要想怎么去享受它，那个就是想太多。我们有一定岁数就肯定会想太多。我自己本身就是我45岁开始玩冲浪滑板，然后现在是七岁了，然后就是它并没有越来越慢，越来越难，并没有，它的发展其实是和任何一个学新东西的人是一样的，可是它可能会比较慢它的发展，而且也许可能想太多，但是我的了解会比较多一些，这就是它的好处了。它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一个运动，它帮忙了我很多冲浪那边。想太多绝对不是一件坏事，岁数大了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借口， OK， 它可以是一个原因，然后你去找一个方法怎么样去解决它。因为其实你要借口说什么地方有借口，你要说它的原因的话，其实它也可以是原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今天才说吧。